你怎么了？坐时间长了腿有点麻。来，我帮你看一下穴位。哎，不，我学过，你放心。怎么样，这力度可以吗？再大点劲。哦。莫奇啊！哎，妈给你买桶麦乳精。哟，怎么了？阿姨，她腿有点麻，没事，给她按下穴位，活络一下就好了。嗯。思纯，思纯。干什么呢？我在背单词。背什么单词啊？你忘了你到这儿来的任务了？照顾墨池就是你最应该记住的。你看人家柔嘉就是个客人，都那么关心墨池啊。你看这孩子一点礼貌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韩墨池，就是你惯的。再这么下去啊，连我这个婆婆她都不认了。阿姨，她年纪小，闹点脾气正常的。小什么呀，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早就工作了，家里单位的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的。要开小差了吧，注意力集中。我不想考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想考了。你疯了你啊，你为什么不想考了？我就不想考，就不想考了。你抽什么风啊？你在这儿，我又笨又蠢又没希望，考了也丢人，就不考了。谁这么说过你啊？啊？你就你？我什么时候说你啊？你妈也说我没希望，不考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呢。是不是白天柔嘉帮我揉腿，你看见了？你这心里面就啊？我才没有呢。你就是小心眼儿。你才小心眼儿。我问你，同志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不应该吗？脑子太复杂了。你行，赶紧把那些杂念都抛开啊，时间这么紧，你赶紧着睡觉前把那两篇卷子给我写了。我不写。你怎么地？你再说一遍。我不想写，不想写，不想写。给我冲墙站着，站着。思纯，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这么晚了还不睡？功课明天复习也行啊。明天我可以帮你啊。是墨池让你罚站了？没关系，先睡你的觉。我去替你说。你别在那装好人了，你！全世界就你聪明，就你厉害，就你能考上大学，行了吧？我又蠢又笨，是个大傻瓜。我讨厌你们。放心的，就住在我们家吧，啊？嗯。安心的复习。你是我和韩伯伯的干女儿，谁也说不出什么来。你婆婆呢，找不着你，就算是找着了，要是无理取闹的话，我们可以去告她，破坏国家新的人才招收计划。我和韩伯伯一定会替你做主的。
进来，思纯。我昨天发火，不是冲你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要走？你要是觉得我影响你复习，我可以去跟丁仪住。思纯，现在是关键的时候，不能马虎。对我来说，搬出去住是能够更好的让我安心的复习功课。能考上华西医科大学，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儿。华西医科大学在哪儿啊？在成都。成都。外地，你不打算留在这儿了？如果我能考上那个大学的话，我就会离开这儿。真的？嗯，那我支持你，你一定能考得上。思纯，你也要用心啊，否则的话，墨池会不高兴。嗯，我会努力的。那我以后还能找你复习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到时候叫上你，我们一起去图书馆。好，我帮你搬东西。柔佳姐，我对不起你。怎么了？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们俩可没在一起了。别这么想，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心里有时候挺嫉妒你的，我不希望你来家里复习，还希望你考到外地去，我心眼儿是不是特坏？还行吧。思纯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离开这儿不是为了你，也不是为了墨池。那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躲你们家那个胡勇？是为了躲我自己。躲你自己，什么意思？思纯，你就送到这儿吧，我已经到家了。那怎么行？要是那个胡勇再打你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人总是要讲道理的嘛。不行。我还是有点不放心。真的没事儿，我都已经想好了该怎么跟他们说。你赶紧回去吧，这段时间在你们家给你添麻烦了。行，姐你自己还是小心点啊。没事儿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再见，思纯啊。知道回来啊？你还当这是家吗？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你要走你就彻底走，没人拦着你啊！妈，大勇，我当初是心甘情愿嫁给你的。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，我知道我这么走不太对，当时没跟你打好招呼。但是其实你可能不知道，我这辈子的理想就是想考个大学。现在机会来了，我就什么都顾不上了。我知道我这样做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我不再走了，妈也在这儿。我答应你一件事儿，我考上大学，我也不会离开这个家的。真的，我说到做到。哎，歇着吧。大勇，
跟你媳妇说的多好，都下了保证了，别犯浑了啊，知道不？行了，少喝两口牦牛。喝了。刘佳，妈给你擀面条，快搭把手。哎。妈，我马上过来啊。哎。大勇，吃面条你要什么菜码啊？鸡蛋西红柿的吧。哎。哎。啊。给我多放点猪油啊。嗯。好消息啊！嗯，今天市里啊发一个通知，要求全市的所有图书馆向考生开放，哈哈，给你们创造一个好条件。爸，您太好了吧？太英明了，好厉害！哎呀，吃饭去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去。走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不吃就走了？哎呦，吃点什么呀？看看你，这俩人。那么认真呐，快点啊！你干啥呀？撒娇了，走吧，开快开始了，咱们一起加油，一起努力，加油，化学里面见。来，跟我一起坐，气沉丹田，来，马到成功，加油。进去了啊！啊！哎，水！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来，你说残疾人不能参加高考，为什么？啊？哎，如今是我残了，你傻了，竟然都为一根烟。我将来我就写一本小说，《一根烟的故事》。啊，一根烟改变了我们的命。现在可好，啊，连高考都不能参加。哎。原本啊，指望着能考上大学，摆脱那个傻丫头。哼，现在看来是完蛋了。我告诉你，顺子，
我是最不喜欢被别人安排。我是腿瘸了，可我又不是木偶，连老婆都塞给我，我还有很多梦想没有实现呢。梦想。梦想。我记得你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，对吧？我的梦想就想当一个科学家。嘿嘿，小。哎，我一定会离开这个家，一定会的。早晚我要摆脱被这种安排的生活。我的梦想就是自由。有一句话怎么说的？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孙子，我不会丢下你，放心啊，试试。我一旦摆脱那个傻丫头给我带来这荒唐的家庭，我就把你接过去，跟我在一起，有你在我踏实啊。你放心，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哎，我们这一代人之所以精神上富足，就是因为我们有梦想，对吧？啊？吃吧，吃。吃吧。终于考完了，我可以好好玩了。大姐，你考怎么样？我觉得还可以吧，反正该答的我都答完了。啊，思纯呢？思纯，你考怎么样？思纯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大姐，思纯，你怎么了？思纯，小山，小山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思纯晕倒了，赶紧赶紧，是不是太累了？哎，车在前面，走，哎，大姐，我们走吧。啊！思纯晕倒了，是不是太紧张了呀？考试还能晕倒啊？行了。你睡了多久了？整整一天了。啊！要不然竟然说你是因为累了，我差点把你送医院去。你可真行啊，一点亏也不吃，这些天落下的觉全补上了。一出考场我就松了一口气，终于完成了你给我布置的任务了，眼皮就开始打架了。行。能坚持到最后一刻，不错，值得表扬。来，喝杯水。我怎么在静然的房间？考完试了，静然也不用复习了，你还是搬回来住，这儿睡得舒服点啊。哎，汇报汇报，考得怎么样？不知道。都会答吗？什么呀？会不会答你不知道？感觉怎么样啊？我跟你一样是个木头人。神经病啊！老肖啊，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，哎呀，你看见了，哎呀，就是我们竟然的作文登在报纸上了，哎呦，静，你别看这孩子平时啊淘的淘气的，哎呀，总算是在关键时刻没给我们掉链子啊。
说的是啊，可能就是因为这篇作文吧，所以把分数拉开了。哎呀，您是高手，到时候啊，你给他好好的指正指正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坤坤今年考大学怎么样啊？哦，是吗？啊，也上北大呀？哎呦，太好了！啊，我们竟然也上北大啊！哎呀，你看这俩孩子真是挺争气的。哎，小时候一起长大，现在以后成了同学了，那叫缘分。啊，好好好好好，嗯，看过一阵子啊，我跟老韩到省里去看您。好好好，老肖，保重保重，好。再见啊，嗯，再见。哎呀，站住！你们俩干嘛去啊？高考体检入围名单出来了，我和思存去看榜去。看什么榜啊？你的文科状元作文都登在报纸上了，还用看榜吗？那不还有思存呢吗？妈，你别管了，走。哟，这丫头，丁姨。哎，丁姨，哎，来了来了，丁姨啊，哎，你快去趟邮局，把今天的报纸买30份回来，不是买50份，要这么多啊？哎呦，50份多嘛，买回来送给那些亲戚啊、朋友啊、同事，让他们都留个纪念啊。对，去吧去吧，快去去。姜昆是。文科状元韩静然作文，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，我出去一下啊，那回来吃饭吗？回来。出去啊？啊，我马上回来。赶紧跟。
摁上你媳妇儿，看看是个什么情况。赶紧的，那我去了。真棒，老春，哎，进来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今天放榜，韩书记啊，让我过来看看你们。看你们高兴成这样，成绩应该不错吧？全考上，全考上。哎呦，太棒了！紧张。哎，思春，你一会儿跟我哥回去，我跟小善去给我爸报喜啊。哥，嗯，哎，走啊，我们走了。我跟你说，填报志愿也……怎么了？嗯，有情况。什么情况？考上大学了，我要上北大，我是状元。啊，天气真好。哎呦！竟然你想吃不让妈做啊？到北京吃不到正宗的。妈做都没人吃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看啊，咱女儿这篇作文写的啊，这个视角选的确实不一样。哎，平时也看不出你有这种思维啊。我说实话，大状元也未必能写得出来。那当然啊，你没看谁的女儿是吧？不管你女儿，我们家这一下子出两个大学生了啊。哎，思纯，我问你，没给家里报个喜讯呢？我报了。但我爸妈都不相信，不敢信啊！哎，关键呢，我们家这次啊，出了一个优秀辅导员呐！啊，不能说是辅导员，你得应该说是导师。你失业了啊？那他俩太争气了，都考上了，尤其是思纯，没有一个落榜的。说出骄傲了，你不能谦虚点，这点随你妈，随您，就是随你。哎，爸，啊，我今天能不能求一个免死金牌呀？哟呵，你又犯什么错误了？说没有，论功行赏嘛。论功行赏，多少个免死金牌也不够你花。就是，爸，你听我说啊。我今天不管犯什么错误，你们都不可以追究，好不好？那得问你妈。啊，妈妈，给不给他个免死金牌？哎呦，给！哎，好运！哎，好运！哎，好运！啊啊！小山。啊。那我去了北大，你怎么办？
衣服，漂漂亮亮的，让我女儿去上北大。妈，有我吗？有，你有我的，我吗？别看了，爸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老妈。今儿早上老肖打电话来了，就他那儿子坤坤，小时候跟你们一块玩的，老跟着你哥屁股后边混的那个，人家啊考试成绩特别好，也过了线，也报的北大。老肖说啊，让咱们送静然去上学的时候，在省城路过一下，跟他们儿子一起往北大送。现在啊，傻瓜。哎，你慢点儿，你耍赖啊！我的还没亲你呢，傻瓜！你追我呀！我没报北大啊？什么？什么？嗯。爸妈，我真没报北大。那你报哪儿啊？我报的思存的学校。啊？韩金然。行了，既然已经既成事实了，说什么都没用了。我看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，肯定会有他的原因。既然他不想说，我们也别再刨根问底了。哎呀，下一步啊，我们只能劝他好好学习。一个女孩子将来留校做个老师吧。好吧。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，是不是为了小善？哥，你知道我和小善的事儿了？你千万别告诉爸妈啊，要不然他们会气死的。你知道他们会生气，你干嘛还这么做？你想清楚没有？我想清楚了，我没你们那么庸俗。小善有什么不好了？我觉得挺好的。你不是还娶了思存吗？我跟思存的事那是有历史原因的，是历史造成的。我这么急着把他送进大学去，就是为了给他一个好的前程。我们分手是迟早的事儿，你就不一样了。那即使小善不变，你能保证自己不变吗？我能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能。好，你记着你今天说的话啊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得认。
放心吧，哥。哎呀，大哥，你答应我啊，你跟我瞒着爸妈，听见了没有？我把话给你搁这了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。哼，不会。行行行行，我都替你瞒着，替你瞒着啊。哎，平时不是两点就送信了吗？今儿怎么还不来呀？哎呀，会来的。你说你也是的，天天往来跑，还怕我不给你送啊？不是，我不是怕你碰上我们家人吗？我们家现在不能提高考这俩字儿啊，感觉一高考了，这个家就要散了。我不是不想让你刺激他们吗？他们也真是的，一点都不为你考虑。嗯，仔细想想，其实我也能理解，人家觉得这日子过得挺高兴，挺好的，瞎折腾什么呀？高考，他们可不爱听。你考上了，不对他们也好吗？秋慧，你的信。哎，秋慧，你的。啊，那。哎，你的。你们通知书到的真快，我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。体检复。胡勇知道吗？我们得找人托关系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帮我想想办法，看看谁认不认识赵申办什么的。真的，帮我想想办法。莫池他爸行吗？现在只能这样了。柴火热点，哎呦喂！哎呀，我忍着点儿。哎，你媳妇补补，快叫去。哎，好。